三二一，走。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长官，他打我们的呀！你跪下干什么，小组长？他让我们跪下。你又怎么回事？你看他说什么，你信什么？他们现在就是。他在孤立我，他是小组长，我当然要信他了。你说我咋办嘛，长官？他都一个人趴在一张床。赶紧起来吧，赶紧起来吧，跪什么？不敢。不逢年不过节的跪什么？起来。平身。你看，你还不是什么？给你个梯子就往上爬呀！啊。过来。说他都跪什么来着？我也是刚入狱才认识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都会。听我说，谢谢。他会倒立。哎呦，还会跳街舞呢。哎呦，我不会，真的是。我看看。啊，长官，这是街舞，街边卖艺乞讨的舞剑，简称街舞。你这么卖艺乞讨，不给自己饿死了？对，所以进来了。行了吧。好。老实点，多多消停点。好的。坐上。好嘞，谢谢长官。你们怎么不坐那边一个呀？都坐好了。坐直。别一副受了欺负的样子。